同場加映啊！第一次自己整榴莲啊！自己整榴莲，即系自己剥开啊，系哦，啊，唔系你香港冇咩？未试过。但系我哋唔系香港好似试有过一次。小心啊！你首先，但系我哋唔系带你听日爬山嘅，不系顺便应埋。喂，我哋要8点钟瞓咯，你搞咁多嘢，你又未吹头，而家啊，你对啲时间观念真系好独特啊！小心啊！你啊！